你知道我们今天来干嘛吗？不知道啊。我们今天是来包粽子。节目播出的时候，咱们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是端午节，所以说想带我们所有的 Into One 成员一起包个粽子。未知周刊今天邀请 Into One 全体成员一起来体验如何包粽子。现在来抽取你的馅料。已经分好组了，这里面谁包过粽子？小九给我当然不会，但是我们有信心。来来，开始开始，一个人两个，一个上一个下，这样。老师，你教我包两片吧。可以啊，两片头对头，尾对尾。但家园包的就是比较小的那种，只能包小的，这个没办法。开始开始。李默，耶，李宇哥。其实这个粽子的话会有什么特别的日节吗？农历的五月初五是中国的端午节，粽子是为了纪念屈原这一位诗人。哦，对，我们先放一点米。这个先这个、啊、先这个。Yes。 对，谢谢刘爷。很简单吧？不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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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难。时间到了，有谁任务完成了？我完成了，我觉得我完成了。成功，对，完成吧，完成了。我们这个环节，我们要完成包粽子，然后还要完成个人那场任务。我换一个。So easy， 好，我知道了。我一会儿再看，他们全部人都在这儿。范大元作弊，我没看见，撕了。我的任务是喂成员，然后那个吃东西。我喂了三个人，喂了他，然后喂了小九和 Patrick。我要吃东西了，好，看我在吃东西哦。嗯，你包红豆了吗？包了，是吗？哇，嗯，好热。好，给你一个，给你一个，都给一个，雨露均沾，大家雨露均沾。都吃都吃啊。我的是逗任意一个成员笑，但是不能动手。你把谁逗笑了？应该是和尹浩宇。就因为我和他一起包粽子，然后我那个粽子包的实在太丑了，太然后真的太丑了。你跟谁说？我怎么样？远哥，给我一点。米凯，你的是什么？我的任务是他们打开水瓶，所以你们。你可以帮过？没有，是不是红豆肉松 mix？ 一号宇 ，Can you help me open？ 你可以 ？Open？ I can。我不可以。啊哈！我看不到，我看不到。OK， 我的是，我和一小人一起玩。米卡，莫非这么容易？
どうしても、これこうやって行けないじゃん、君の手。う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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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完成我的任务，我的任务是和一个人石头剪刀布，并且赢他。然后我找米卡玩，米卡，我刚伸手，米卡说：“你的任务。”他知道，丽文啊，你的 mission， 你的任务啊，我的任务，任务，任务是让一些人做我的虫子，虫子，虫啊粽啊粽子，让一样成员帮他包粽子。所以我说立完怎么突然对粽子所以 like 你可以我的、嗯、什么意思你 可, 以、啊、你可以做我的吗做你的、嗯、我会做我刘宇的、啊、加油加油立完主动 Q 刘宇我来做你的我对你帮我做一个我以为立完的综艺感就从这个时候要雄起了原来只是一个任务小九我的任务是让一个人说新年快乐谁说了谁说了可以哦左右端午节日那我吃这个吗啊不是只有端午节吃粽子过年和新年是一样吗 对过年快乐和新年快乐是一样吗我们也是我们也是过年快乐和新年快乐然后我们每次只有新年快乐我打小就爱就哇你好聪明啊然后还问我好多遍你没反应过来为什么要问你这种传统习俗问题你怎么可能就是对他问你十遍十遍你都还有铺垫的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个背着别让他离开我很简单这是什么任务想着说你们有人看到我身上挂了拍立得的话要不要拍一张什么的都没看到对我才发现他身上有拍立得拍立得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任务今天完成的悄无声息我的任务就是问一个朋友给我他的家具我帮这么多人你咋这么笨呢工具人他问我你的房间怎么样房间还可以你有一个椅子你喜欢吗不是我以前我有钱给我吗可以给我吗所以可以对吧可以可以然后我就超级简单我就是把那个贴纸贴到两个队友身上你有啥贴纸啊没事远哥交给我来包就行了我们把这个完成先好嘞你从什么时候贴我身上了就说哎远哥粽子没走我来这是什么小学生任务张泽远呢你的是什么我没完成啊我向任意成员撒娇你觉得我会完成那个任务吗铁骨铮铮来你们来想个惩罚给他们俩吧你们想个什么大冒险撒娇撒娇吧、啊、撒娇撒娇来来来快去看我是学长吧好学长好他是学弟因为你一直辅导张耀仁做题可是他成绩考得很差张耀仁会觉得对不起你然后向你道歉、啊、来准备三二一开始鸡蛋对不起啊刘宇学长什么呀你这是踢我一脚来你太让我失望了真的我说真的你太让我失望了对不起刘学长我错了你觉得这个现在有用吗